大家好，我是 Enjoy 出海的 Blair。近年来，韩国地区对于开放三方支付的讨论十分热烈，为此，韩国的政府和平台甚至闹上了法庭。因此，韩国三方支付的未来值得我们出海从业者关注。现在，国内的移动支付发展得非常成熟，那么韩国地区流行哪些三方支付呢？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韩国的 Kakao Pay。Kakao Pay 是韩国地区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，它起源于社交软件 KakaoTalk，它整体的逻辑非常类似于我们的微信支付，消费者注册和绑定银行卡，即可在商场和超市扫描二维码进行支付。如果大家对于韩国的支付方式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添加我下方微信和我交流一下，谢谢。